个二连打。对，就这个球拉回来啊，雷手叶祖勋换上来，马上就有手臂的表现机会，刺杀出局。Nice play。欢迎金耀进。嗯，已经是跑到草皮上，把这一支安打给没收，给绑下来。哇，所以这个换人也换得恰到好处。对，这个球眼见要穿越形成安打，结果被叶竹轩呢很快的横移，最后一个转身呢传向一垒。